唇按压心肺复苏术，了解简单的唇按压心肺复苏术可以拯救生命。如果你看到有人晕了，请遵循以下步骤：一、致电911或派其他人致电911，了解你的位置。如果可以，派人去拿自动体外除颤仪。如果你是独自一人，请打开电话免提。如果你不懂讲英文，请话俾调度员听你所讲的语言，保持通话并打开免提，听911讲解，遵循他们提供的指示进行心肺复苏术。二、确保现场是安全的。三、如果病人没有反应或者呼吸不正常，轻拍他们的膊头并大嗌：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的病人没有移动、讲话、眨眼或者其他反应，即是说他没有回应。四、将病人移到坚硬的平面上。五、将一只手放在另外一只手上，并放在胸部的中心位置，即是乳头之间。六、直接站在对方的胸部上方，双臂伸直，两边膊头与胸部平衡。七、将你的手指扣在一起，紧用手掌根部推动胸部中心位置。八、用力向下推至少两英寸，然后将所有重量撤离胸部，这样胸部就会回到它的原先位置。九、迅速而且有力地按压，每分钟100至120次。十、在救援人员到来之前，请不要停止，或者如果你累了，可以和其他人轮流进行。学习唇按压心肺复苏术可以拯救生命。想了解更多资讯，请访问网站 seattle.gov/fire。